这个孩子的存在，对我来说就是个定时炸弹，绝对不能留下来。 我已经签好字了，你看一下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签了吧。你出轨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，你要跟我离婚？我王刚刚敢对天指地发誓，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审查人的事情。这个检查报告是苏黎的。 那没事了，咱不闹了，去吧，早饭做了。我没有在闹，我昨晚想了一晚上了。我们的婚姻，昨天之前就像是一场独角戏，昨天之后，像是一场闹剧。你借口工作原因，天天出去喝酒玩乐，对我不闻不问，甚至还把我当成是一个保姆。 对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半点尊重，这我都忍了。可是你现在还想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扣上莫须有的罪名。昨天那场闹剧。 彻底闹醒了我，所以是时候该结束这段没有意义的婚姻了。你别后悔。 你不用走，我走。秦，你为什么要连累别人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 你们两狼狈为奸，合伙算计我这么久，把我蒙在鼓里面耍得团团转。行，长话短说，提条件吧，怕和你们待太久，染上人渣味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平分财产，对外宣称和平利益有关，没有第三者，否则。
还得赔偿我们的经济损失。你们太过分了，明明是你们先做错事情，却要苏黎姐补偿你们的损失。口口声声说你们有各种损失，那苏黎姐堕胎的损失谁来补偿？你怀孕了？你放心，我这么想和你断得一干二净，我是不会留下这个孩子的。对我来说，我和你的婚姻就是我前半生你微不足道的错觉。还有你，陈小姐，你怕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吧？我和你好好说话不代表我好说话，我答应你们的要求只是为了不把事情闹大。你要蹬鼻子上脸，那我也不怕和你们撕破脸。你陷入自卑不停挣扎的样子，站在同为女性的角度，我真替你感到难。我们没有别的要求了，你要是没有其他问题，就你协议走离婚流程吧。对了，通知你一声，从今天开始王丹丹是我的助理。我会跟公司说，明天去辞职就行。什么呢？开车。没什么。都多晚，你还知道回来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不见啊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回答。还说我疑神疑鬼，咱俩都多久没那什么？哪来的孩子？这不是我的，楼上那个野男人的手上。你少来这个！干嘛呀？哪家？门了？哦，那个是吧？你出来，奸夫！给我出来！他不是我的！弄死你！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别闹了！姐夫，你出来羞死！出来，我弄死你！阿仁，阿仁，没事吧？阿仁。